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啊，刚才麦克风都没声音，话都白讲了。我把音效拉低一点，不然的话我的声音会盖住。好，那来再调一下。好，我们第一次影片先这样子啊。如果后续要调整，我下一部影片再调整。关于这个逆转裁判，其实大师很早之前就想录了。那原本应该从第一集开始录啦，不过因为想说第一集做个特别的企划，跟友人一起录逆转裁判。因为逆转裁判在一代的时候，大师已经在六年前已经玩过了，就是大师在念大学的时候，已经把逆转裁判一到三集全部都玩完了。所以基本上我在玩这款游戏，其实都知道怎么过了。所以才说邀请有人一起来玩这款游戏会比较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。所以大师这一款逆转裁判5是大师还没有玩过的，所以大师自己先来玩这款逆转裁判5咯。为什么要吸下人鬼？那块啊，这场战争吗？这一逆转裁判5不知道是在第四代的几年之后。
标准姿势要出来了，搓额头。地方法院第五庭，哦，第五代的动画开始做得非常好了。为什么第一关都是衙内检视，然后每一代的发型都不一样？怪人检察官，哼，你听错了，不是我说的。模拟态，扭曲检察官，那你干嘛带那个啦？先整个档啊，终于要辩护啦。好，返回。这种游戏不汉化根本没办法玩，你知道吗？汉化早超久的。发现了赫莱刑警的尸体，赫莱会前的解剖记录。后脑遭到平面令物重击致死，死亡时间是上午8点到11点。附有详情。好，不用看。玩偶炸弹，第一关通常不会太难的。小看一看，好，好啊。习惯这个操作，OK， 好，已经确认了。
感觉像吸毒一样，但是我没事。前辈很喜欢哦，你送来的莲藕。咿呀来了，咿呀咿呀，动机。是否遭受过冤案？憎恨法。犯人这个人是被告，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可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决定性证据。这个飞行正适合他，决定性的证据。炸弹的摩尔的克点表明被告人是犯人。那个克的特点是什么？这个嘛，这个就让辩护律师来告诉我们吧。诶，那我，看来你非常紧张呢。我可是很绅士的，就用这简单的问题让你放松下来吧。这种谈笑自如感觉真气的，真讨厌，讨厌的检察官，讨厌检察官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都没说。我想想啊，对了，这存档，不要乱回答啊。返回。在法院中暴胀着放大的特点玩偶啊，好吧，回答的不错。炸弹在法庭爆炸一个瞬间确实是在玩偶里。应该是一直藏在玩偶里吧，最后是怎样爆炸的没有人看到，但是那个凶巴巴的大象和被告人又有什么关系？这个答案在另一个证物中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有点烧焦。是尾巴在七场的爆炸中死去的被害者的。什么？你说后来猩猩有尾巴吗？不是，我说的是这个玩偶，它也有着假象君这种奇怪的名字。我知道他是冤案反对运动的吉祥物。没错，台词是全是假象哦。真厉害啊，从各种方面来说。这个玩偶的尾巴表面是有颗痣，它从外面检测出了被告人指纹。从假象君身上找到的铁证可以说是假象中的真实，这样就能证明被告人接触炸弹。我在绕的时候好钝哦。
贝康律师，你怎么看？这个决定性的证据有什么要说吗？这个，不行，无法回答的话，开始判决也无妨哦。反論の余地なしのようですな。意義あり。あなたは来了，我们陈部长罗伊。南无多多龙玉吉，是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太帅了！没有，深圳小姐看上去相当不舒服嘛。如果你允许的话，想让被告在审后审视休息。好吧，被告人的身体状况我是了解的。就破例许可了。好像是互相争论的，对。陈部长同意，我很期待能有机会和你见面。好久不见。你比常文中更有眼无珠啊，应该是初次见面吧。我是亚内文武啊，不同人哦。你永远的对手，亚内武文的弟弟。我跟亚内检察官是对手吗？不是遇见零四吗？哥哥受过了屈辱，就让我来学习吧。这个人啊，感觉好难缠啊。审判长，检方。检控方还准备了决定性的证人，这个证人可以证明被告是怎样在法庭引爆炸弹的。我怎么没声音了？我明白了，那么请证人入庭。证人，请说明自己的姓名和职业。证人，马等岛进屋。机动队炸弹处理专家，你的声音怎么和机器一样？和我听着说话没有分别。你就像机器人啊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吗？我能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但是我不想说话，因为很没有效率。能量消耗，说话大于打字。OK。真是奇怪的证人。他就是处理这次炸弹事件的负责人，我也在爆炸现场监管他。
既然是炸弹处理专家，和被害人应该是同事吧？不，我和他在这次工作中才第一次见面。警察组织人员众多，大多数人我连姓名都不知道。不过我发现尸体时也吃了一惊。爆炸后，第一个监督现场的就是我。原本是检查安全状况，却发现了尸体。原来还是尸体的第一发现者。我看了这一集要剪两集咯。第一部的剧情要剪两集啦。我一下先从爆炸瞬间的情况开始听取证言。总算证言了吗？脸真丑。证言开始。爆炸时的情况哦，这边很重要。那个炸弹是由我解除并作为证物送到法庭的。炸弹的名称为 HH-3000， 远程操作 and 倒计时两用。那时我都在旁听席观看审判，突然间大吃一惊，因为我看到炸弹的倒数计时开始运作。因为我看到，它不会被藏在那个熊里面吗？连接电线重启，按下倒数计时按钮。躲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来，就是关于询问的事。用绿色的文字表示这证人的证言。关于证言按右可以进入下一个证言。看一下刚才拿到的东西。时间看不到。12月16日 AM856。OK。为什么没声音呢？有了，那个炸弹是由我解除，作为证物未送到法庭。我记得威慑不能用太多哈。解除了，你确定没错吗？
说对话。两用。OK， 好，这边是一样的。我这也不能跳过。好，对，下一个阵眼，为何？通常每一句都要威吓一次啊，才会新的证物出现。砸在脚上的话，会痛得飞起来。出事的责任心值得学习。我每天都会练习解除障碍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积极组装。有必要积极组装吗？まだね。因为我看到炸弹到时即时运作了。你为什么看得到？无论是很小还是很远的东西，都考不过了护目镜。不是，他不是藏在玩偶里吗？他怎么可能看得到？对啊。还用讲？我一开始就知道。啊！这种烂东西。哦，我记得哦，它可以的语音。AI。OK， 可以按。一样，我反对，没反应啊！你看到了炸弹倒数计时，没错吧？当然了，我清楚看到了，它一秒一秒逼近你。你说谎？你说什么？你不可能看到倒数计时的，因为炸弹被放在玩偶里面。马登岛先生，你为什么知道会爆炸？你明明看不到倒数计时。怎么会这样？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声音，我听到声音才发现的。哔哔哔哔哔的倒数计时声音。你从旁听席上听到那么小的声音吗？
跟小的是辩护律师的气量，多一点男人是不会受欢迎的。就算你这么说，还是说你有他没听到的声音证据吗？这个吗？为什么肯定是被告人呢？遥控开关，控制炸弹的遥控开关。在案件发生后就下落不明。OK， 当然我也有责任，就把我的炸弹和遥控开关放在箱子中，和律师交流信息。被告人偷出遥控开关，企图启动炸弹。被告人这可在法庭内用遥控开关打开倒数计时开关哦。你为何能断定炸弹是在后程是被启动的？炸弹被放到牢固的半狱箱里。炸弹只在王林喜律师的受审室里被拿出来过，机会吗？只有那一次。马登岛先生以外的人也有可能打开箱子取出炸弹。那是不可能，这箱子不是我专用。看，这里写的编号，这个是我 ID 编号。箱子里的钥匙也只有我才有。但是，杨内检察官，你的主张不过是推测而已，并没有被告人偷取了遥控开关的证据。反过来，也没有他没偷过的证据啊！我可是握有被告人接触炸弹的决定性证据。吱吱。审判长，辩护方也没有异议。那么我先行告退。你是叫陈步堂先生吧？有什么事吗？如果解体炸弹是我的工作，那解析案件就是你的工作了，请加油吧。你能否解决这个案件，我拭目以待。你仇视法庭，所以才炸了法庭，对吧？不是的。你什么？我听不见了。我什么都没做。这个检察官好可怕。真没礼貌！我明明是在温柔地欺负你，结果不是在欺负他吗？你站回了法庭，再次启动炸弹，那他不好当。那这个茉莉她去人王林喜律师的候审室不是吗？你抽出遥控开关，在法庭上按下去，对吧？我的下壶已经足够优雅、温柔而又稳重。絮絮叨叨也太难听了，每周末都会去听你想做的。
正可谓是周末绅士。啊，好多废话，我不敢正言。OK， 那时候的我正在旁听，炸弹爆炸了，我的头上有瓦砾砸下来。哦，对，因为有一些特殊能力可以使用，因为像一代、二代都是用真诚召唤那个千寻所长。哦，好帅！还是新模式耶。杂音。Noise level。还是超难的。那个时候我。哇，好特别玩法哦。正在旁听，炸弹爆炸了，惊讶，我的头上被瓦砾砸下，所以这个惊叹黄色的这个就是，哦，右下角是，哦，左上角是喜悦。哦，追究。哦。我是这样玩啊。哇，有人救他了。哦、OK 我记得刚才还有一个，我逃得晚了。哦，这也太多了吧。
我弄错了。元熙君，哦，玩偶啦。为什么是元熙君，不是大角上君？哎，是我指针错了吗？哎，我想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八点，哦，对对对，这个这个的，啊，说什么胡话？说也说是玩偶，但他们可是完全不一样角色，像犀牛就像绿色检察官一样不同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绿色检察官都是守护法律正义的职业。哦，看到了，一个在。哦，好了，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
这一代的能力就是这个吧，新玩法。这边存个档吧。好啦，喜欢频道欢迎频道收看图片按下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着赞，以及最终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